Hello， 我是超爱做手工的大懒猫。今天就是教师节了，让我们给老师做一份手工礼物吧。准备红色和白色的超轻粘土，白色粘土搓成细长条，红色粘土压成圆饼，把细长条围着圆饼绕一圈，然后整体压扁，用擀泥棒把它们擀成薄片，用手指把白色的边缘捏出褶皱。奶奶做的是红色的康乃馨，当然小朋友也可以做其他的颜色。打的步骤都是一样的，做好以后把它们围绕中心点折叠一下，这样可以做康乃馨的小花瓣。所有的康乃馨大概需要有半只的花瓣，把所有的花瓣合在一起，还会有惊喜哦，小可爱们可以猜一下奶酪里面放了什么？相信这样一份可爱的手工礼物，老师一定会喜欢的。粘完叶子，我们再来粘小花瓣。这四片小花瓣就是把刚才的圆形切成四瓣，把它们都粘在花朵的旁边。可以在蛋糕上加点小装饰，比如说珍珠，还有拉上一个小星星。看，康乃馨蛋糕做好了。Thank you.